23岁的华裔佳丽全安琪喜极而泣，勇夺墨西哥州小姐后冠，这也是比赛中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裔佳丽。她身高超过170公分，外形健美黝黑，情谊也很精湛。大家好，我是全安琪。I moved here when I was 6 years old, and I became a naturalized citizen when I was 14 years old.不过他获奖的消息传出后，却被部分大陆网友吐槽，他小眼睛皮肤黑，没有纤腰细腿，不像美女反而像大妈。美国人眼里的东方美人是吊眼睛、单眼皮、大嘴、小鼻子，没错，就是迪士尼动画里的花木兰形象，除了老了10岁以外基本全中。但也有网友认为，每个国家的审美标准不一样，盲目追求又白又瘦，加上锥子脸的外貌，未免太过狭隘。更何况，选美不该只看外貌，自信美更令人欣赏。And I study automotive design, so of course, being in the Motor City, I hopefully will be designing cars in a few years. 对未来充满憧憬，致力于替亚裔发声。全安琪的美，也许只有在真正多元的文化中才能被欣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